Hello， 我是你们的 Jackie 老师。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？试试每天的时候五分钟，让我带你看公式、听例句、记短语，配合元音，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。Hand in. Hand， 用手拿给。In， 向里面，合在一起，交到手上。一般是将文件、资料、作业等交给老师或主管，多为下对上的成交。The students handed in their home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class. Turn in. 交给，这里只将事物交还给所有者，事务招领处或警察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一定要关注我们，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。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。英语学习路上，我们一起成长。